你说你是你自己的粉丝哦？小 S 和小女儿徐老三的互动就是这么可爱。她的新节目《西地想聊》快要上档，想请徐老三祝福一下，但这个回应小 S 好像不太满意。宝贝，妈妈的新节目《西地想聊》快要上喽，你觉得会不会受欢迎？嗯，应该会吧。为什么？嗯，不知道。难道不是因为大家很喜欢你妈妈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如果想要讲说你也是我的粉丝，你就承认吧。我是你的粉丝。你不是我的粉丝？嗯。那你是谁的粉丝？当然是我啊。你说你是你自己的粉丝哦？对啊，我那么漂亮。那你要不要祝福一下妈妈的新节目上的时候可以大受欢迎？ OK 啊。那你就讲一些祝福的话。祝您上节目什么的什么的。徐老三这个回应让小 S 气得在脸书上发文表示，到底是我是明星还是他是明星，什么的是祝福吗？还直说要把徐老三出租。不过其实在母亲节他们俩的互动更是笑翻众人。宝贝，明天就是母亲节嘞，你要答应妈妈、哦、明天不能惹我生气哦。你那个儿童节不让我生气。徐老三这个回复只能说不愧是小 S 亲生的啦。晚晴乐周梦洁报道。